台中随处可见美丽枫林木。嗨，栗子小伙伴，今天要分享的是枫林木盛开的景点。在台中常常在路边就能看到盛开的枫林木，而且是骑着摩托车就能巧遇的那一种。不过这次分享的枫林木旁边还有个小公园，附近好停车又有 U-Bike 停靠站。不过缺点就是树是比较高的，想要拍得清楚一点可能要站远一点拍，或者是拿长焦镜头拍。我自己最喜欢对接的这一棵枫林木，花朵非常的茂盛，怎么拍都是美美的。地点是在太平区新福路417号，拉近距离拍一球一球的花，是不是超级美的呢？找到一棵比较矮的枫林木，旁边有台阶可以踩，可惜这棵花没有这么茂盛。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啦，栗子小伙伴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